三峡紫薇天后宫是北台湾最大的妈祖庙，同时也是地方上的信仰中心。三月妈祖三连续两天，妈祖在三峡中和出巡，銮轿绕境三峡时，新北市立法委员吴其明、民政局副局长范江坤火、三峡区长陈建明、三峡里长联谊会会长张伯勇也前来扶銮。北大特区三峡老街居民不畏大雨，都等着銮轿抵达，要来弄球卡，祈求平安健康。紫薇天后宫是新竹以北真大间的妈祖庙，即马庙地有六甲地，建平有1200平。哦，紫薇天后宫的妈祖足灵性的，有安尼短短20多年，有到这个基业点点滴滴，才有建立起到今仔日会当这个这么庄严、这么辉煌的紫薇天后宫。希望咱全省所有的好朋友、所有的先亲大德，拢会当来紫薇天后宫啊拜妈祖婆，拜咱北三妈。三峡区竹轮里里长张伯勇表示，紫薇天后宫妈祖神威显赫，保佑民众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三峡参拜北三妈。我们这轮的紫薇天后宫实在神功无大它从无变成有真的。大家来紫薇天宫、天后宫拜一下妈祖，绝对 保你平安的。三家小妈祖，妈祖轿前排满长长人龙，明年的阵头数百多人为了祈求身体健康，借由妈祖的庇佑能消灾祈福，人人五体投地跪地迎接。妈祖信仰成为农历三月的全民运动。数位天空新闻三峡报道。